尔兰国庆日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热闹登场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庆祝活动，今年的活动规模创下史上之最，5000人游行队伍盛装打扮，热闹狂欢。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范雅乔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再会。